到大队。他完全没有印象。你有照证件无？手机啊，证件无？走失的老妇人面对热心员警的询问，却一问三不知，疑似失智，在三民市场里来来回回走了数十趟。幸好遇上了好心的民众协助报警，警方只好先将妇人带回派出所。后来是在这个妇人的身上，他有一张农民的一个遗卷，才知道确认这个妇人的身份。那是一名那个报警的85岁的妇人，虽然确定了身份，却一直联络不上老妇人的家人，于是只好先透过当地的里长。不过真的很幸运，因为里长刚好认识这名走失的妇人。阿姨住伫迄个家咧，你家嘛？阿姨常常家无吗？李长表示，这是妇人第一次走失，不过居然走到了1公里外的三民市场。好在身上还带着龙卷的证件，但是家属可能不知道，其实患有失智的民众最好还是申请防走失的手链，可以更快的确认身份，避免意外发生。咱小的更多有这个爱心手链吼，手环，咱会当个申请，咱尽量可以挂，安尼出去也较安全安尼。警方也呼吁，如果家中有失智的家属，最好在身上放着身份或是联络电话的相关资讯，否则员警再怎么热心，恐怕也很难在第一时间通知家人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